148轻轨，然后带着脚踏车。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到时候再看看。在脚踏车出门，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抉择呢。逛完了维多利亚公园，接着就到附近的一个画廊去欣赏那边的一些作品。试着把自己变成画作的一部分。回家途中呢，经过公共广场呢，刚好那边有一群专业的表演艺人在献祭表演呢、那他们非常会带动气氛，整个那边的气氛呢被带得非常活络，蛮有趣的，大家看着都哈哈大笑。我觉得这一点呢，如果能学起来，将来有机会带活动的时候，倒是可以用。回到住家附近的公园了，那么决定到附近我觉得很神秘的一条小捷径去骑车。这条路呢，平常我都不敢走啊，除非是大白天的，但是我觉得它太神秘了。这就是我今天一整天的生活探险，那希望你们也 enjoy。